online， 他们都在 BE 国际实现梦想，已经改变很大。Okay. 欢迎大家留守，谢谢大家留守，我们专家小大哥他们都在 BE 国际实现梦想，今天第34个 RCCA 是吧？很快要第34位。是，我是 Jessie。我是 Jonah。是，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RCCA 呢，它的故事是相当的精彩的。是我们一直都称她为 Doris 姐，但是呢，她在我们心目中就像一个大众妈妈这样，就是很多人多人的妈妈这样的感觉。而且呢，是我们她是我们的 BE 的典范，是居家母女档。是 ，Hello Richard 你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位 RCCA 是谁呢？就是我们的 RCCA Doris Goh。是的。好，所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呢，这位可说是我们的大妈妈啊，可能我们的长辈啊，她在BE呢，真的的的确确啊，的的确确的她是创造了很多的很多人都还没有创造过的一些成绩。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其实RCCA Doris姐本身呢，我们叫Doris姐，她是我们BE International最年轻的RCCA。最年轻的 RCCA 是因为他的年龄其实是真的是已经是他已经是可以选择完全退休的，但是他还在拼哈，所以其实最年轻我放一个括号了哈。的确你称呼他年轻真的是没有问题，因为他整个精神体，他的精神体跟他的健康的身体真的很年轻。是的，我们有一起爬山过很多在那个RCCA是很多年轻人都嘿嘿嘿嘿，但是他呢还是一边走还可以一边讲话。是的，还有那个RCCA Doris，我们还看过他做 yoga 瑜伽，他所做的瑜伽动作，真的是一个 athlete 都做不到的事情。哇，那个脚可以。yoga 对我来说呢，就是高难度挑战。是，因为有硬了。RCCA Doris甚至乎可以倒立。是是。在他的年龄哦，他的孩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还做婆婆了哦，可是他仍然有这样子的那个力量，所以他的整个精神体，他整个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完全是一个年轻一模一样的人，所以我们叫他是最年轻的 RCCA Doris Goh。说到 Doris 姐呢，我们先讲一下故事，因为其实对他的了解比较深刻，因为访问过他很多次，经常出席活动时候都会抱他，他是我最尊敬的，真的是非常尊敬的一个 RCCA。所以 RCCA Doris 姐其实在30岁之前已经赚了她的人生的第一桶金了的。30岁之前就已经赚了第一桶金，这个真的是不简单了30岁之前就是说意思是在30多年前是各位。30多年前呢，他已经是赚了他人生第一桶金。简单来讲的话，他就是已经成功了。是，在30多年前已经成功了，各位。是，然后这些年来，他其实都一直在会计的行业领域。他本身除了是一个专业的会计师之外，他拥有了4家的会计公司，所以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是，他也让孩子们都在国外求学、大学毕业，每个孩子其实都非常相当的出色。是的，在他传统里呢，都非常的出色，都非常的有本事，非常的成功。那么为什么会跟BE接下这个？RCCA Doris姐本身呢，她除了在会计师的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她也曾经是在 insurance 的位置，就是她曾经也做过保险的，她就想帮人，她就是希望人家每个人都有保障，她在做保险领域顺便做的这个领域都有机会，连续几年呢，我是很多年都是 million dollar round table 的 winner，就是百万元左的会员，而且是连续是，而且RCCA Doris姐本身呢，她是4家会计公司，很年轻，30岁之前就赚第一桶金的啦。这样，她其实还没有加入BE之前，我们先讲讲她的过去。她是在以前的时候呢，她为什么会想到做教育这一块这么重要啊？是她的先生呢，她的另外一半，然后在曾经问过她的，我们已经这样成功了。这样在我如果我没有在了的时候啦，你想做些什么事这样RCCA Doris姐其实当时真的没有概念啦，她就当时是没有概念的，她就想不知道，这时候呢她的另外一半就告诉她，就做教育吧，就把我们这毕生中为什么会成功的所有的这个经验
全部都教育下去，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后代都会越来越成功，是的，越来越出色。所以他讲到教育，是的，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讲，教育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未来，是哦，所以教育才是真正的无价，教育才是真正的留给世间最好的财富啊。是，所以RCCA Doris写呢哈，在他的丈夫去世之后，他一直都在做很多的捐款跟善事，尤其是捐款给教育基金这一块，这是在教育基金里面。据我所知呢哈，RCCA Doris写曾经跟我分享过，第一个月他在 BE 的收入啊已经是5位数的，那笔5位数他是100%捐款到了马六甲的一个教育基金里面的，非常的棒。非常棒。嗯 ，RCCA 的Doris呢会接触直销，学习开发资产买产品吃，因为他在会计这个行业接触的都是很多做生意、做企业的大老板的生意跟账目，所以多多少少有做一些应酬。可是他一直来都是在试用产品。当 RCCA 精英跟 Rex 开始在做直销的时候，Doris姐其实只是就是觉得试用产品还好啦，全职做直销传销，他其实不太了解这个事业。不过呢，他从接受产品之后知道。孩子、女儿跟女婿非常的积极在做这个直销跟传销的时候，他并没有一口就是泼他们冷水，阻止他们做，是一个非常客观、然后非常一个，我觉得非常理智的一个妈妈，非常愿意给孩子机会的一个妈妈。她呢，不单只开始使用产品，她开始跟女儿一起进来了解到底第一次事业是一门怎样的事业。所以我们讲了很多个成功的例子嘛，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个成功的领袖啊，他们都有一个特质，他们都是很客观的。他们不会很主观，他是很客观的去分析跟去听一听。是的，这个是成功者的特质。而且这个母亲呢，也让我学习到，身为一个妈妈，当我们孩子很想去做他的梦想的时候，如果我们一开始真的不认同，或许我们应该跟RCCA Doris姐一样，跟他一起去探讨，跟看一下，到底这个事业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孩子们这样的投入，或者是为什么会改变了我们的孩子，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像Doris姐这一看呢，她一来了解的时候，她本来只是试用产品，她一来了解的时候，我就记得在 PSC 她就写了一个字条给我们的RCCA精英。哇，那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我真的觉得怎么这个妈妈可以这样好的。她我忘记写什么字，但是那个词句大致上就是告诉精英的，就是告诉女儿放手去过吧，这间公司值得你去全力以赴。所以我真的是很感动的，这一个这样伟大的母亲。像RCCA Doris写的哈，为什么会让他的孩子全力以赴在BE的那时候呢？是，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好奇啊。是因为他开始接触了我们的 BE Founders， 真正来了解 BE 这个企业跟事业。他在这里，首先他是非常认同 Founders 所有的道德价值观，这一间公司建立在就是要圆融更多的心灵，触动更多的生命，创造更多的永恒，就是要帮更多的人，你才觉得自己越来越成功。他很喜欢这个 mission， 就是创立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可以轻松创业。是的，我还是听过其实Doris讲过他的传统他的传统生意，会计行业呢，的确真的是很成功，也栽培了很多的人才。对，但是他很想在帮到他们达到他一样的成绩，这样的成绩呢是很难的。是，他想在他的领域上呢是比较难把对方塑造成自己。是。可是，在 BE 里面呢，他却可以轻松的透过 BE 一系列系统教育，非常成功跟证实成功的这个系统教育，教育出一些人跟他一样的价值的成功。他觉得这种教育再实际不过了，因为他不是口头上讲，而是真正用手身体带动去造就一个人的人生。所以他讲哈，他因为这个BE的这些道德价值观，包括 3H 啊，帮人的这个文化啊，一家人的文化啊，感恩的文化呢哈，他就觉得他可以在这里造就更多跟他一样成功的人，所以他不只支持女儿来做，他跟女儿一起来做，全身全魂可以说是。所以Doris姐本身呢哈，当然她的女儿是她的上线，然后她是女儿的下线了。我们曾经看过Doris姐真正来做的时候，她不是口嘴巴上讲教育吧？她每出席一堂课，因为女儿跟女婿都比她有经验。对，毕竟是上线，她是可以坐在女儿跟女婿前面，用纸、用笔、用电话录下来每一字每一句，那一堂课她一定。
的。是啊，他的这种精神呢、啊，的确真的给人家很敬佩。是 ，respect 是。是，因为女儿是上线嘛，女婿也是上线嘛。是。但是呢，在家呢，肯定女儿女婿是挺他的。是。但是他在 BE 这个家呢，在这个组织呢，他的的确确哦，我真的是看到亲眼看到。他是真的如何去追随啊、他的女儿跟女婿，然后怎样去放下他的身段，然后归零的向他的女儿跟女婿学习啊！哇、哦，所以这个呢，我觉得真的是不简单的。这个瑞姐本身呢，他不单只支持女儿以身体带动一起进来这个 BE 事业，了解之后比女儿更疯狂的在经营啊，同时间他可以放下身段，在他其实已经这么成功，嗯，应该有一点价值的。可是我们呢，已经跟Doris姐接触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过她身上有任何一个价值。对，她坐在你旁边，你觉得是普通的一个母亲，普通的一个前辈的长辈。可是殊不知，她的背后，她在30岁之前就已经赚了她人生的第一桶金，非常成功的一个人，非常的低调前辈。然后Doris姐本身呢，还是我们在BE里面的破纪录的第一个在2017年BE 8月份成立的时候，她居然是在1个月时间。就合格了 BE 的第一个 BE Lifestyle Travel Campaign 了。假如有 BE 有实测的话，一定是进不了 BE 历史。是 BE Lifestyle Travel Campaign 第一个合格者，就是 BE 的 Lifestyle Travel Campaign 呢 ，Doris 姐是用1个月时间就合格了一张票，也是全 BE 第一个人合格的第一个 campaign 的人。真的是一个记录，一个60多岁的人，一个已经非常成功的人，一个他不熟悉的领域，但是他讲做到就做到，他讲要做他就做到最好，所以他是我们的其中一个，这个他就是第一个他的这个记录了。第二个记录呢，就是我们的 RCCA Doris 也居然是在去年2020年 lockdown 之后的第二个月合格 RCCA 的，是真的，真的是很棒，他是在2020年一 lockdown 之后的第二个月就合格了 RCCA， 而且当 Jimmy 跟 Rex 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他的照片呢、Doris 姐就是这个啦，所以 Doris 姐本身哈、她在合格她的这 RCCA 的时候，其实金英呢哈、是有跟她做了一个，金英是有跟她，I think你要说你的 Insta 的位置给我做。金英呢是有跟她做了那个怎么讲呢？有跟她做了一个访问的，这个访问就在这里哈、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她就在访问里面哈、就是讲一下这个访问哈、她怎样可以，就是这个访问了哈。就是在这个访问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RCCA Doris 姐，她是因为很兴奋、激动，她讲哇，2020是我最 challenging、最 interesting 的年，因为我在追 RCCA， 而且是在 lockdown 之后。你看啊，当很多人都在觉得哎呦 lockdown 之后 everything 的时候，厉害啊，幸运，是幸运。所以这个 Doris 姐本身呢，她是。在挑战突然之间第一次面对老大的时候，第二个月上RCCA，他居然可以跟他女儿讲 very interesting， so challenging， 多么 positive， 可以想象而知，这个母亲她内在本来就有那个成功人的血，真的是一个榜样，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榜样啊。所以他除了是第一个合格，我们全部改变一个月里面就合格的 RCCA， 是在老大之后的两个月里面合格之外。他学习才很好，对，他在整个组织里面其实哈、都非常的成功。他本身呢哈、已经所有的组织呢已经去了世界各地了的，就已经在世界各地了，包括印尼啊、新加坡啦，非常多你知道吗？新加坡啦，还包括了那个英国、美国非常多的地方。他还从中栽培了几个的 CCA 哦，其中有一个呢哈、就是这个啦，就是我们的。CCA Alex and Joanne 是一个餐厅，也是非常赚钱的咖啡店的老板娘，但是居然可以哦顶掉那个餐厅，出摊在做 BE 的哦。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瑞姐本身自己的那个侄儿，是侄儿嘛，是侄儿了哈、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CCA， 我们的 CCA Kenny Pang。然后当然瑞姐就是里面还有很多，包括我们的那个新加坡的领袖，我们的。Desmond Poon 跟太太很多很多啊 ，Desmond 有在这里啊，这对是非常亲密的，是，所以他栽培了无数无数的人，已经哈、可以做到，就那阿丁你要站后面了，不用放了，因为很整个一下的来，所以其实
基本上我们的 RCCA 的荣衔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RCCA， 他是组织遍布各地之外领袖人才辈出，做到了他讲的那句话，我要通过 BE 这个平台塑造更多人，透过 BE 成功的教育系统跟他一样那么成功，他真的做到了，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恭喜他。So Doris 姐呢，她讲在 BE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发展，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发展，因为这里有一套非常成功的这个系统，可以教育你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这个教育系统呢，我们讲教育，教育改装那就讲了哈，所以罗丽姐就讲教育其实可以直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然后他在这边讲到为什么今天他这样成功了，他还要拼，因为他讲我要在家里树立一个建立起一个妈妈的榜样，如果我这个年龄这么成功，这么有成就，已经退休年龄超过退休年龄了的一个母亲都仍然在积极努力精益求精，孩子怎么还会有懒惰的理由呢？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的，以身作则，是，所以再次给我们的 RCCA Doris Goh 一个热烈的掌声。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RCCA Doris 姐的故事，一个40岁之前就拥有第一桶金4间会计公司的一个老板娘，甚至乎在这个顺便做的这个保险领域，也曾经无数次换那个 MDRT 的那个原作的会员，仍然在直销界里面穿出他的一片天地哦，真的帮了非常多人，是带着这个观念，所以我觉得成功者真的有成功者的特色。从 Sister Doris 姐的身上，我看到有一种精神，叫做 Sister Doris 的精神。是啊，我觉得呢，真的成功人呢，一般上假如他们都知道要归零学习啦，然后要谦卑啊那些啦，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呢，要做到啊，并不是一件这样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在 Sister Doris 的身上呢，的确呢，发挥到淋漓尽致，真的是以身作则的去做。精益求精的精神，所以我们希望 RCCA 罗丽姐的故事真的可以感动很多的妈妈，感动很多的企业家。所以像罗丽姐这样，她不止自己成功，她今天已经造就了无数人的成功故事。然后更重要，她是可以放下身段，重新学习一样东西，包括她不没有做过 live， 她都可以自己做 live 哈。大家可以去跟随我们 RCCA 罗丽姐的 live， 她 live 里面讲很多关于经济学，因为她是一个企业家，非常成功，她所讲的都非常的有，非常 informative。所以我们今天的 JonJas online 的这个，他们都在第一国际分享的第34个 RCCA 长了一点点，因为呢好料来的34个 RCCA 的故事呢就到这里为止，34只不过是一个次数，我们在算的第几个，我们后面还有很多 RCCA 的故事跟大家分享，留守我们明天 JonJas online 5:38，他们都在第一国际分实现梦想的这个节目，所以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是的，再见，拜拜。